所在，咱亲切，咱有疼惜，敢毋是安尼？入去，咱是毋是帮咱家己？咱有少年团结，哪有青年团结？哪有亲密的团结？哪有妇女团结？哪有少年团结？咱各有吃的，也扎根八点钟吃的，这呢那温暖的团结，这呢那互相的，把咱彼此出关怀。基督徒的听，表明的这个所在，总是咱心里个在问：敢敢那安尼那边？基督徒一听，那个表现的咱的会友团结勇敢，彼此勇敢的听，那点？试问，阿叔今仔日哪在做？有头一摆来到这参悟会啦？还是有无道友来到咱中间，请问你唔在体会到迄个少年团结听无？迄个青少年团结听无？啊，捌有一对青年安尼到底啊，即个互相无熟悉，去到某一个所在读大学，然后伫遐礼拜刷一个这边，一伫迄边，伫遐连刷三四礼拜，啊，到尾啊。因两个互相听起来，互相伫遐啊亲安，因为迄教会人无人甲因三甲亲安。那看你倒位啦，你讲即个教会，我毋是，我才读册读个来遮礼拜。好来，咱来看讲，即马毋知坐伫边仔个人，是毋是就是新来的人，还是无？咱毋知，捌伫会后。礼拜三聚会了，会主动甲这个气氛人三甲亲安谈话关心阿无？来看去啊，咱唔知安个。咱几年前一本册，1997年出版的瓦里克牧师的一本册，第一个直播教标单内面，伊同我来讲，伊开福天教会伫加州啊南边啊甘关的所在，叫做马鞍峰的所在。伫遐开福教会对无会友开始，然后伫遐渐渐有八个、有十个、有千个、有万个，要将近2万的会友是安怎来？伊伫这中间，这个华里克牧师伊讲，哪来到咱教会？伊拢有一个明信片，互伊回函明信片伫遐问讲，阿达，你来到阮这间教会，只头一个印象唔知啥物吼？下面是咱看第三个问题，伊讲，我的教会为着比搁再来只搁较手到来，哎，咱侍奉你，啊，请问你的意见？你注意到伫阮这个教会的头一项代志是甚物？头一项，第二伫遐问讲，啊，咱你上爱上喜欢的这个教会的甚物？啊，你感觉你上无喜欢的是甚物？啊，伫迄中间呢，啊，大概90%的回函拢安尼讲讲，哦，注意到讲这个教会人，互人感觉真温暖。真亲切，予人感觉真悠闲、真好。有影，咱要看见即个温二，伊即中间也做一个调查，伊讲一间真伟大的教会就是啥物呢？针对人，啊，针对上帝，佮针对遮个无道友，啊，毋是信道的人，会当表现出迄个疼。迄、那个关心，即个中间，互咱知，所以迄听，耶稣基督讲，伊听，听人，伊听，那是一个大爱急救，会当将人吸引来，啊，那是发烧听，会当将人安尼解对身边杀走去，即条家庭生活内面，敢毋是共款？一句话，你若讲了真水真好，哦，迄夫妇是毋是真和谐？
啊，那讲了好听打去呢，啊，兼使真好意思，啊，就伫迄中间呢，故里虽然同一个厝下，啊，敢若亲像东搭西啊同款。耶稣者深深啊吸引着人，耶稣刷入去也是因伊会听，所以满足。真济人的需要，耶稣知影你我知影人的倾向，所以无论到倒位去，车会摆开啦，啊，车会开个破箱啦，车门会到的啦，车会有些鼻涕，拢来到伊面前，要得到伊医治。耶稣一个干医治，耶稣满足人的需要，今仔日。咱的需要在甚物？耶稣由我的中间呢，伫遐看到真多啊，予咱知。因为耶稣疼人，耶稣会伫中间呢，咱看到咱的这个图片个真真能丢啊。耶稣甲因啊，落山会当到伫遐啊，怎样？耶稣伊伫遐中间好。下的哦，和贵苦心的人，有缘在那得到医治。真侪人看见，真人因一边得到医好，来到上帝的面前。咱的教会，敢毋是有缘感觉哦？人下下起起，因为耶稣会到满足人的需要。身躯的顶面的病痛，熬受去情绪上的问题，人性上的问题，关系上还是经济上，耶稣常常问当时人跟对人讲：“啊，恁爱我替你做甚物？甚物人？你爱我做甚物？”伊今仔日也咧问你：“你爱我，爱为你做甚物？”咱爱耶稣基督，为咱家己来做甚物？各位时间，咱是毋是有关的遮真侪项的对待？咱各做的团体，咱有关做做遮事关的经典，咱是毋是有关的遮奉耶稣的名的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人去参加？无同款的团体，因为家己的需要，参加适合家己的团体内面。教会意向是甚物？教会存在的目的是甚物？教会意向是毋是由我们咱的家国爱，真多一个会当或者受伤的人，还是或者忧伤、忧闷、不足的人来到你教会？啊！啊！是修未修的人，会当伫这中间来得到接纳，会当伫遮来得到满足，会当伫遮得到鼓励，会当伫遮来得到指引，会当伫遮来得到人生的目标来进展。咱的存在，教会存在目的，是毋是有缘会当伫遮伫整个的社区，会当提供一个属灵，会当提供一个啊？好啊！伫地面上来造就上帝的天路，下一个需要，耶稣满足人的需要，人会听，耶稣会听，而且予人来感受到，受接纳，予人来感受到，伊的罪伊的赦免，哦，伊活命人生有意义，有目的。哦，伊追求各种无同款各种的这途径，人个拄着问题真多，而且咧追求到底安怎解决的时阵，我耶稣满足，耶稣怎样？人个说，只有耶稣会当予人一家来得到脱离，一家予人看到，人孤独、灰心、失志时，伫耶稣的面前来得到帮助。咱的教会是毋是有缘会当伫遮满足人一定无的需要？咱会当伫遮来请问咱家己，是毋是咱家己有缘当伫耶稣基督面前来真多甲咱接触的人，
咱的朋友，咱的同事，咱的同学，有我的答，因为咱是信耶稣的人，这场好的欢喜快乐，这场好的画面，人生的意义目标，会当来甲因分享，阿毋是？咱有缘看见耶稣，伊真疼人，伊也满足人的需要。伊也将亲亲笔的方式，伫遐无杀人横横，伫遐无批判人，伫遐无审判，伫遐无礼貌，伫遐中间安尼来引带人，互人会当伫遐行活啊，会伫遐中间用譬如来教示人。伫遐中间呢，伊大家爱听伊话，一个犯要做。当着何人家要犯罪一个负责人来到你耶稣面前，耶稣无做任何的批判，无讲你安尼做实在是啊大唔对，应该怎样？耶稣伫个中间点点，然后讲你中间若有人啊无罪人，会当先给石头来定。认为耶稣伫中间所有的方式，互人会当感受到。不是杀人啊，来离开嘛？用贴心吸引，用贴心在中间来啊指导，用贴心在中和对方，和这个弟兄，和这个真需要人怜悯的人，会当底下来亲近伊。就众人因为安尼拢希奇耶稣的教训，众人听伊的话就希奇。伊会家是超真啊，感觉真奇怪，因两个啊，正人啊，伫中间安尼做，相信你唔是正人去见啦，只光顾伫迄中间特别来啊，抓耶稣的这个鬼病，要来甲伊啊，处罚，要来甲伊流干，要来杀害伊呢，只人有冤孽论呢，唔敢啊，伫跟头白日底下下手。伫中间的，因为耶稣的话真有权威，耶稣伫中间所做，让咱知。耶稣宣告，伊讲：，啊，若找我来的父，予我命令，叫我讲什么，我就讲什么。地教予这些官府，那看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八节，伊中间这些祭司、这法利赛人、这些官府人，伫中间得来抓耶稣，做什呢？啊，无法度通伫迄中间，因唔敢落下手，因为众人下下认真伫看耶稣，伫针对耶稣，知耶稣是真有官兵的人，比天顶大啊，大大有贵大的人。耶稣深深来听百姓，满足人的需要，医治人的伤害，伊真真爱真多。最近的朋友，耶稣有好消息甲人分享，人人爱听耶稣的信息，来带福社会啊，应对伊的人爱听伊的话的人，实际的利益，互咱看咧得到新的画面，佮得到更加丰盛。耶稣的真理，互人得到自由，也伫个中间咧。和生命达成，把侬得到祝福，也予咱看到这个好的消息，提供予社会每一个、每一个追求伊的人。那咱看到这中间呢，人咧追什么？人咧追心会得到头发啊！伫这中间，你着自由，你着下面会到你家，你着保障有目标，你着听有吃。有亏力，予咱看见呢。耶稣帮咱当时正百姓啊，今仔日伫咱中间，也予咱会当伫过去啊，对现在、对将来，保证予咱生活意义福音。这世间上所有上好的消息、丰盛的画面，予你得到新的画面，佮得到丰盛，佮较富足，佮较充足。咱伫这中间有一个啊，这个啊，基同的啊，文学家伫这写一本《点山人》中间
有人有读过，也是啊，甲咱的囡仔读过一本叫做《老乌龟》，啊，到一个啊无完整的真理，啊，一个老乌龟甲无完整的真理。伫这本书内面呢，伊咧讲，讲要互遮个咧追求真理的人，甲伫咧听啊，这个啊，这微微啊风安尼吹过，啊，这个声啊，啊，迄中间咧。讲什么？爱当听到这个清风吹过凉凉凉啊凉凉的这清风的声啊，伫咧看到，因为咱看的哦，一摆伫这个啊，这个、土地顶面呢，那看个石头嘛咧讲话呢，啊，这个什么可能咱看咧吼啊，这个树木嘛伫中间微风吹过，是毋是讲什么声？人伫咧中间啊袂啊，第一点呢，第二点啊。咱看咧，伫咧中间咧，佫正常，即个献互真理的人，吼、哦。哦，伫这中间咧，咱看个啥咧？吼、哦，即、這个乌面游丸同款。即、這个伫即个清清的水面，是毋是伫遐游丸看到个啊？是安尼，迄树啊，敢若亲树安尼，会当去到天顶，吼、哦，会一看咧，会即个啊，阶梯会当看个见面。哦，啊，不只是拄拄对天顶啊，一个啊真理哈，那个天顶啊，搬一个物件倒来，啊，这倒来嘞，啊，一只老乌龟我来跟到一边看嘞，这老乌龟看见的所在嘞，迄真理倒来嘞，啊，煞伫咧半空中，伫咧暗时的中间嘞，啊，分作两边，啊，一边伫顶面嘞，啊，伫遐烧去，另外一个嘞，啊，落下来地面上，啊，啊，袂用，哎。啊，咱地面上是咧，伫这中间咧，迄、那个啊，咱看见，当时啊，乌鸦啦，啊，当时遐看见有鸟车啦，啊，然后去看着迄个真理落伫迄个地面上，迄、那个真理落伫遐时咧，咱看见伫遐啊，这个乌鸦咧，看着迄个真理落伫迄中间咧。迄、那个无完整的真理，哦，看到真水，啊，去改，啊，去加起来，伫遐欣赏，欣赏了，咦，奇怪咧，这真理都无完整咧，啊，怎啊甲弹入去，啊，无爱，哦，啊，这个禽啦，啊，这个狐狸啦，啊，这动物一项一项，我来遐看看咧，哦，真趣味，我看咦，我是要爱一个完整的真理，啊，哪里个真理无呢？啊，无伫我的心就无一点点个单调，所以你看这个心嘛，伊也嘛是安尼，乌点嘛来呢，啊，伫中间咧享受，啊，呾游玩看看咧，这个无完整的真理，无爱啊单调，我那很多呀，啊，过真久嘛是咧叫互人袂记这回的真理，来到这个啊世间，这个无完整的肯定啊，有一日有一个塔来到遐。哦，看到迄个真理，哇！哎，感觉伊实在是惊，还未看到真相呢，真欣赏。哦，外面这个清风凉凉，啊，这个外面的这个周围车的啊环境，拢在来讲话，拢在点话会感觉真好。啊，今摆来到这看到真理呢，哇，搁好欢喜，压落去，该叫起来，哇！你真理写啥呢？讲有人疼你，有人爱你，因为这动物啊，无读书，唔捌字吼，啊，那这人佫知讲有人爱你，嚯、哦，就有人爱你，有人疼你，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改做宝贝，啊，大家甲咪对话，哦，你啊，这个真理，佮那为着伊发光，哦，有人爱你，有人爱你，哇，啊，今晚有人爱你呢，过了一张。伊即卖呢，搭车的含伊，先做同款的，同啊同车的趣味的，讲同款的话，生活方式同款的，哎，大家分享讲，有人爱你，有人爱我们这个小团体，有人爱，哦，啊，这个听，伫遐中间，哇，大家伫遐底下听，啊，这个显明出来，哎，咱若说入去，因就将这个来当作伊一的真理，这个无完整的真理。动作一一的真理，因为咱知影这不完整的真理，却伫因中间，认为讲啊，这个真理
真正是伫因啊所接纳的，有人听咱这团体，听咱啊，因为咱发起，但起码呢开始伫中间呢，对其他的外面有真多啊，即周围真多真啊爱去关怀，还是伫遐听即微风吹来的声，也无去注意到，还是去听到其他其他的啊，即潮头声啊，拢总无去感受到讲啊，国外在有偌济啊，真多真厉害代志的中间，啊啊，因为安尼呢，甲家己甲即个群体无共款的人。因三性什么呢？在那中间清晰，在那中间万分，在那中间呢开始，在那中间讲，我这个才是意义的，我这个才是上聪明的，我才是上宝贵，我这个团体才是啊上聪明的。哦，我所提出的计划，我的提出来上好的。啊，在那中间呢，啊，大家拢想讲，要爱抢这个真理，让我一旦得到，我为着安尼呢。咱心里看到，吃的万分三星，见证三星，下面一张，在中间呢，咱就看见，各所在，各所在，安尼拢个唱起来讲，我就是上界头的，我就是上界受注重，我世界上宝贵的列位，因为安尼呢，所以三星真多，什么款呢？啊，见证的大致三星，三星真多分星。三生真多吃的官的斗争顶顶吃的，那么我存在，你未使存在，我安尼开始，因为咱看去，那过来一张，咱知影，这个动物嘞也三生一条脉，哦，安尼落来，这个，迄、那个人类的在迄中间，哦，我实在是痛苦嘞，吃的动物一项一项，感觉真痛苦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人站起的这个世界，在遐的纷争，这动物痛苦，环境造成，予人游玩在遐，人也真痛苦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遐啊，整个的环境受变化，因为啊，这动物呢，因就伫遐中间讲大，啊，无咱应该来吹。来找那只老乌龟，那只老乌龟，伊应该会当甲咱指示，要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？研究这中间呢，啊，也甲你讲，我才知影生活伫迄所在，啊，生活真痛苦，啊，是不是你会当去甲迄真理讲，迄、那个无完整的真理，我是得安怎呢？我这个，咱都知影，阮拢崩溃，啊，这就是不完整的、无完整的。完全的真理，咱阿在等待，啊，人就干阿提迄项，啊，所以产生最最这问题。列位是不是安尼？咱看见这动物在中间，啊，这乌龟讲无效啦，只去讲吼，人听袂落啦，因为人阿未准备好势啦。入去，咱看，有一张，我、啊、来，有一张，啊，有一个小女孩，搬山过岭，伊伫中间只动物来带到带路，然后伊伫迄中间去找这老乌龟，啊，去找老乌龟讲什么呢？伫迄中间，咱看伊过来一张，啊，迄、那个老乌龟解讲，哎呀，查某囡仔，小朋友啊！你遐远来到我这里找什么？你甲讲什么呢？哎，查某囝讲我想我敢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啦，请问啊，请问讲我所住的地球吼，安尼吼，家人啊悲伤，这样悲哀啊，啊人吼生活遐痛苦，啊迄大人吼。甲你讲吼，啊，世间都原本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我要请教吼，是这个世界是当改变，啊，来当改变会当做什么啦？哦，这老乌龟伫个中间，嗯，一个讲这个问题哦，啊，你看世界能改变无？啊，来当改变是安怎？
要安怎改变？老乌龟伫遐，当解讲的吼。你世界观念不是安尼，啊，对迄个真理安怎人，安怎三思，伫迄中间接近，啊，伫迄中间安怎伫中，啊，迄、那个故事安尼讲啊，伊甲咱讲啥呢？讲吼，哎，你着爱心的来下面一章，就是讲着爱去有一个完整的真理啦。迄、那个世界的观啦，世界的问题是安怎产生？甲你讲过来，讲你都爱去找一个，迄、那个完全的真理，另外一半啊，另外迄个真理存在的部分呢，小离半空中迄、那个吼，啊，迄、那个真理呢，伫倒位呢？啊，伫遐。哦，啊，这个查某囡仔甲问讲，啊，是要安怎去找呢？哦，啊，要安怎将迄个解坑做过呢？啊，这个小朋友甲乌龟伫迄中间呢，安尼伫经过啊，这个啊啊，咱咧讲起迄个山崖中间伫遐行，哇，这个查某囡仔哪想哟？啊，我伫要来的路中，我行过半山过岭的所在，嘿，啊，我都听着鸟只真水的歌声，然后我都听过车啊，真侪车的周围。啊！安尼生啊，哇！那你讲哦，万米的中间伫遐讲话，伫遐中间咧甲讲啥物呢？伊只哇，听无出来，我诶，我敢那亲像哪来哪会当听这个老乌龟伫讲的话哦？哪来哪会当听入你伊只讲啥物呢？原来迄个真理啊，搁伫倒位，搁存在伫倒位呢？哇！伫中间伊敢哪想，啊哪体会？好、哦，啊，今晚呢，啊，这老乌龟他打起来，查某囡仔讲下一场啊，啊，伊就讲咧，啊，你通倒转去，转去甲恁遐的作品讲，啊，恁爱转去遐，啊，转去遐来讲，哦，这个世间啊，个甲因无共款的人，有我这个世界是为着伊来创造。唔是干呐为着伊本身尔，嘛是为着甲伊讲话无同款啦，穿插无同款啦，啊穿插无同款啦，啊讲话方式、生活方式，啊是这个甲伊无同款嘞，这团体有侪侪些，唔是干呐讲有人听你，啊无听因，哎，因为这个世界嘛是白白听是正啦，哎呀，等于讲互伊听，啊等于讲互伊知，等于讲互伊知影。啊、哦，哎，阿达见到这里，搁下一张，而且，啊、哦，这查某囡仔伫迄中间呢，啊，讲安我是要安怎讲的？人他会当要怎样怎样这代志的？列位，咱啊，吼、哦，要怎样怎样这代志？我下一张，伫迄中间呢，啊，咱会怎样？这老乌龟啊，就是真不为这个物件讲，我这个物件就是特别为着。你即款的人，也当追求要安怎解决这真理，要安怎解决社会，要安怎解决这世间，要安怎解决这个啊人的这个问题，啊这个保障，互你，哦，把你提回去，哦，也这个去，哇，互伊感觉真有快乐，真有啊，这个活力，然后倒转去，这动物呢，对你行，后来下一张，下两间呢。吃动物的幽怨底下，啊，对于啊，倒转去啊，到人类诶，这个啊，徛起的所在，伫这个真长的这个旅程的中间，咱来看去，这参悟、参悟，即啊，会当讲啊，即场，还是讲啊，即撮心灵，咱来讲啊，心灵诶，即款的大旅程。心灵的大旅程，参悟这个心灵的大旅程的每一个分子，伫中间的生命拢定心啊改变，因为伫中间的定心，伫中间心灵得了变化，好、哦，爱倒转去，等于讲啊，下一来下一章一家讲起，迄、那个潜力，伫头前一般来讲，有人爱你 ，you are loved。就是讲，有人听你。啊，来另外一个 ，so are they， 就是其他人，有缘也就是受听的一群。啊，这个真理，啊，当然，哦，因遐的庄稼
庄稼人煞袂认识伊呢，因为伊话命改变了呢，性命改变了。哎，讲出来话呢，你煞听唔知伊在讲什么呢？伊讲你呢真理，敢那一半尔，无够啦。就爱得多位阿哥有，啊，其实呢，哈、哦，咱听啊，有人听啊，上帝听啊，唔是安尼尔。咱伊原在上帝嘛听伊，上帝嘛听伊，咱互相爱三听，唔是敢那听咱家己小群一群尔，唔是听咱家己回来的人来听，唔是听咱家己啊家看咧这厝边的人来听。上帝有缘，啊，听起来会坏啦，听起来啊，感觉无够看啦，听起来啊，所以你讲咩咧？哇，这个啊，伊遐人煞听唔捌咧。哦，我早起啊，你才讲啥，听拢无咧，因为人伊个自我中心太强咧。来，下一章，伊中间咧，所以话咧，有人就伫遐咧。啊，目头目干啦，你唔知你听啥咧？啊，有人伫遐微微啊笑，有人甚至伫遐中间哈哈大笑咧。啊，有人伫遐听真捌，伫遐啊，伫哭，因慢慢啊怎样？来，下面一章，伫中间咧，时间伫流逝，咱这个中间。对，一早起坐到起码九点半，起码要十点半，时间一分在流逝，咱是不是有缘同款？伫这地面上，咱有体会到无？啊，咱看见伫这中间咧，是不是树木会当甲你讲生命？是不是地面上起来咧？哦，咱看见咧，啊，会当讲看讲啊，这个啊，咱的水啦，啊是咱的隔壁厝边啦，啊是人啦、啊，这中间咧啊咧讲什么呢？啊，有被互咱看见咧，啊人能去关怀，甲咱无共款咧，啊关怀啊吃的啊吃素的，啊是关怀吃的啊其他啊会当的事呢。人伫关怀别人个中间，渐渐发现着家己伫迄个内面，渐渐才看到家己伫迄种哇，真正那是上帝所听个经字，你嘛是哦，啊，亲爱啊，咱啊，真个伫外面七个中间，互人看见，对不对？过来去，咱知圣经是啥物呢？上帝个这本圣经，毋是互咱伫遮啊。给天地少，不是给天大的灾难，那是什么呢？要改变你我的活命。透过圣经，不是在中间来讲，哇，我把圣经捌偌济只知识，那是圣经是不是真正？那来活命在中间，哇，上帝真正透过耶稣基督，互你活命啊，真在这中间真正。一条红线，搁个护照，搁个八照，好让你这中间会当伫车来载耶稣基督，爱咱恶基督的样相，就是讲啊，耶稣来，好让这个活命，好让会当从这听，啊，让分享啊，耶稣嘛来看，去照安尼来行啊，照安尼来做，请当心啊，头来安详。特别我的上帝，我的面前，我感谢你的恩典。你是我活命的主宰，活命的源头。你也在中间真侪我啊，生命的源头，佮收拾我，佮应允我，佮靠丰盛的活命在这个世间。当你的面前，我想领受，也要恳求主你。予我会当照你的教示来照安尼来行，我家己感恩，细声甲恳求，拢是予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